好，再过一分钟，我们今天的活动即将要开始，下一场我们的议题即将要开始。再过一分钟，我们下一场的议题即将要开始，请我们各位老师以及贵宾可以陆续就座。请我们现场的老师可以陆续就座，以及我们的所有的来宾、我们的民众们、我们的贵宾可以陆续就座。那么下一场的我们的主持人王校长，还有名人蔡光庭老师、郑伦博士、语坛人陈福气理事长、陈明宗会长、谢富贵主委以及陈瑞新顾问，可以陆续啊，我们等一下准备要就绪就位。各位来宾大家好，因为我们非常紧，紧凑行程紧凑的为各位进行下一个议题。我想这样的一天的下来，大家已经收获良多。花一个时间，花一整天时间坐在这里，真的是非常有帮助啊。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议题呢，是议题二，文化资产与文创二。子议题是澎湖食物、花宅聚落、历史建筑、海洋地质公园及文创发展。第二是澎湖的文化资产和文化创意产业与社区创生。好，我们请邀请到我们的马公国小校长王文瑞校长，我们请王校长主持人先坐坐。王校长是台南大学教育学系课程与教学硕士，是马公市教育会的理事长。好，接下来我们是蔡光庭老师，我们的引言人蔡老师，这一位是我们蔡老师。蔡老师教职退休，是财团法人张文金基金会董事，结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研究所40学分班，是澎湖非常知名的文史学者，尤其是澎湖地区的姓氏源流有深入的田野调查，著有多本这个相关的著作。另外一位是我们的郑伦博士，郑伦博士是我们实践大学企业管理学系的助理教授，也是实验大学管理学院创意产业博士，默克会社的社长，擅长他设计思考、文化创意产业以及时尚生活产品的一些经营。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语坛人陈福气老师理事长。陈福气老师理事长有在现场吗？好，那我们介绍下一位是我们陈明宗会长。陈明宗会长是我们澎湖县摄影学会荣誉理事长，澎湖县产业创生经济发展协会理事长，台湾摄影家交流协会澎湖分会会长。接下来我们是谢富贵主委，欢迎一下谢主委，是戏家骏马陶店的主委，曾任中华电视公司的美术指导，毕业于政战学校艺术科，是一个科班的油画家。接下来一位是我们陈瑞信顾问，欢迎陈顾问。陈顾问是我们澎湖县政府顾问，均职上校退休，经营民宿，人称浪子哥。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引言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王文瑞校长，欢迎王校长。好，各位长官、各位与会的贵宾，大家午安哈，大家午安。那么我们今天刚好还有一位语坛的还没有到哈。那我照我这样子观察起来，应该是包括我们两位引言人，包括我们的语坛人，应该我们全部都是澎湖人，我们全部都是澎湖人哈，包括光庭老师，他是我的导师呢，还有我们教授是岸山人哈，那还有这个明宗老师，明宗老师是这个澎水退休老师，目前还在澎科大兼课，还澎科大兼课。那么我们那个富贵老师哈，是艺术家哈，然后瑞信老师是现在顾问，我们这目前
在座的各位都是正在为我们澎湖的点点滴滴正在努力着哈。那么刚刚这个上一场李教授也有提到，尤其是针对所谓的文化资产的部分，他有做了一些详细的一些解释哈。那么我们延续上面的第二场，可能接下来两位的引言人会针对有关于包括光庭老师要针对有关于这些文化的资产实户的部分，花宅聚落、历史建筑、海洋地质公园等等这些，他会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说明哈。那我相信这些东西对所有的澎湖人而言都是耳熟能详的有形的文化资产，也因为有400多年来的一个历史，从荷兰时期到明清的一个时期，到所谓的中法战争法国人占领澎湖的部分日治的时期，才会造就出澎湖这么多璀璨的文化。也因为从这个大陆到澎湖到这个台湾这三个地区永渡黑水沟等等的这些过去的种种历史也造就了我们这么多不管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一个资产等等。那么待会教授也会针对这个部分，包括社区或者是说跟人民怎么样在就现有的一个文化资产能够做一个创生，能够做一个更多的一个发想，也会来做提供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哈。那么我们首先先请我们第一位引言人蔡光庭老师来针对第一个议题的部分，两个子议题的部分来做报告，来请。主持人，局长，大家午安。因为我在前两天我才知道我要当引言人哦，所以我就也没有准备那个 PPT 档案。不过我有写了一段文字哈，所以请大家打开那个手册第35页做参考。今天的议题是文化资产与文创，那文创我比较不了解哈，所以我就文化资产来提供一点意见。那今天有6个小主题哈，那我有12分钟哈，那每个小主题我只能讲2分钟。那第一个讲实户哈，那我一辈子哈，除了读书还有服兵役，我都是在澎湖啊，所以我也没有感觉到说澎湖有多美啊，可能因为每天都看海嘛哈，每天都接触，所以不觉得很美。我觉得澎湖美只有两次的感觉了，有一次是20多年前从香港坐飞机回台北，中途是晚上哈，说9点多，那机长就广播了，说我们正经过澎湖啊，经过台湾海峡，经过澎湖，你们从窗户下面看，澎湖美丽的像一串珍珠一样，或往窗外一看，真的很漂亮。这时候内心有一些感动。因为从来没有机会从高峰上看夜晚的澎湖，很漂亮。啊，还有一次是前几年的时候，我坐飞机从台北回来，也是黄昏夏天。那我们在夏天都是从那个北海降落嘛，那从那个鸟语岩背这边看下去哦，刚好是快要退潮的时候，那下面一大片的那个群礁哈，那一个一个的石物呈现在眼前，哦，真的是我才感觉到说哦，澎湖真的很漂亮。那这两次的感觉哈，比较深刻的还是实物这一次啊哈。那讲到实物，我们就想到七美的双星实物哈。你看每个人来都是要去七美看双星实物。那我们知道七美本来叫大屿，是澎湖南方最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岛哈，所以叫大屿嘛哈。但是它后来因为有七美人种的传说，所以变成一个七美的爱一个七美人种的故事。可是因为有双星实物哈，它变成一个爱情岛，啊，那讲到这个，其实这个石户是脊背人做的。那我们知道，澎湖的石户都在北海嘛，
南海石沪就是很少，因为南海是比较深，北海比较浅。那另外石沪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小池角的河湾。那我知道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双星的小石沪。那这个河湾是日本时代有一个小池角有一个隐逸诗人，就是号称蓬头散人的卢显啊，卢显他所逐的。卢显当年在高雄做生意，后来他不想做生意，他是一个私塾老师，他想回到小池角教书啊，所以他把他的生意结束了，当时有40,000台币嘛，旧台币，准备要回来靠这个40,000旧台币生活。他建了一个石户，就是河湾哦。那他母亲很反对，他母亲说：“哦，啊，这里讲建哦，地基拢挺厉害哦，建那个石户。”可是后来旧台币换新台币，他就破产了，他就靠这个石户生活了。那现在这个石户变成很有名的观光圣地，好，那卢隐的故居，卢显的故居也还在，好，卢显是澎湖很有名的隐逸诗人哦，古典诗的哈。那其实澎湖的石沪故乡在哪里？在吉备。可是吉备当年因为沙尾盛极一时，可是现在吉备也没落了，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呀，哈。你石沪的故乡，可是将来可能都没有什么观光客气了，所以好好的去把吉备的石沪的文化把它恢复哦，是刻不容缓的。好，再来我们讲那个发展聚落哈，那澎湖的聚落很多啦，将近100处哈，但是最有名的除了二坎，现在就是发展哈。那刚刚陈友哲理事长有一直在强调那个老古石的文化哈，那我是也很赞同哈。我认为澎湖过去有三宝，就是澎湖有三个东西才能够创造出澎湖的文明。第一个就是老古石啊，如果没有老古石哈，我们就没有办法建那么多，好几千家，400年来建了600-700间的老古石房子。好，啊，第二宝是地瓜，如果没有地瓜含珠哈，如果没有含珠腔哈，澎湖人会活不下去，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生产稻米。那我们知道，这个地瓜是从南美洲传到菲律宾，然后在明朝的时候再传到福州、福建，然后400年前再传到澎湖。如果没有含珠腔哈，没有办法创造澎湖的文明。好，那第三个就是臭霸湖啊。好，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卡罗沟处假含珠腔，啊配臭霸湖长大的。好，可是现在臭霸湖也没有了。然后含珠腔我们也不吃了，啊，只要偶尔养生才吃啊。按老古石房子呢，一间一间的拆的，就是非常的可惜哈。那你现在到很多村庄都看不到那个老古石的房子了。我有一次在红楼，你们知道前澎湖第一个搬到澎湖的，400年前在万历中期的搬到澎湖的，就是红楼姓洪的，叫洪管。他在万历中期，也就是1604年，他可能就到澎湖了。这时候荷兰人第一次到澎湖来，哈，1604年，万历32年，澎湖都没有人，大概只有红馆一户人家，好。可是我在红楼看不到老古石房子。我有一次就问那个我的同学，好，那个他是当社区理事长，我问他说，那你们红楼怎么都没有老古石房子？他说我当理事长的时候，我这样做不晓得对不对，我请了怪手，把所有的旧的房子、破的房子全部都把它怪掉了，因为要为了社区的整洁。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讲，我跟他说，我问了我一个学生也是红楼人，他说当然不对啊，你最起码也要留个记录，照个相啊，或者是写一段文字嘛。那讲到花宅哈，花宅最早被重视是1980年台北艺术大学林慧成教授哈开始做田野调查，后来他在2004年啊被世界文化纪念物基金会评选为那一年的全世界100个值得保存的文化纪念物。
才被国家所重视。那现在2018年的政府公告为它是重要的聚落建筑群，那这几年哈，这几年因为有这个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进驻哈，所以它里面修复一些遗照啦，还有保存灰窑啦哈，另外还发行那个花宅人文散布，所以现在花宅有一些文创产品产生，还有卖站长咖啡哈，一些特产品哈，所以啊，内政部营建署也一件一件修复不错，所以现在花宅感觉上比前几年去要有生气多了。好，好，再来是第三个小主题哈。第三个小主题是有关于历史建筑哈。那澎湖的历史建筑，其实澎湖在南宋的时候就有人住了哈，但是因为明朝采取西棚政策哈，所以有200多年都没人住了。好，那从明朝万历晚期一直到了这个清朝统治200多年哈，那可是我们现在完全看不到清朝的遗物了。好，就是日本人来了后破坏了一些了哈，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顺城门，还有光绪城，清朝晚期的。那其他的就是日本时代的这些建筑物哈，那还好就是政府这几年非常重视这些，就是古迹的修复哈，所以我们除了有这个保留了中央老街啊，还有一些这个日本时代的那些建筑物哈，包括这个笃行石村哈，这些日本宿舍的整建哈。那这样子也带动了这个有古迹的修复哈，也可以带动一些观光的，还有一些文创产品的产生哈。那个像这个洪根生博物馆啊哈，它设立在当年那个协政署哈，这协政署本来是水师驻扎的，可是到了光绪15年以后，由于这时间很快，剩2分钟，我不能讲太多。这个洪根生博物馆现在就设在水师馆，有活化了这个协政署。另外地质馆，那澎湖地质馆有两个地方，本来是有个小门，一个在旅游处，就施工所那边。这个地质馆其实可以建一个大一点的，那个现在小门地质馆改成恐龙馆，我觉得这可以商榷一下。其实我写过一篇文章，澎湖的岛屿礁温一共有360个，那如果能够建一个很大型的地质馆，除了把地质呈现出来以外，还可以把这个每个岛的那个特色显现出来，它的人文经济价值。好，再来讲到文化资产、文化创意产业、社区创生。这澎湖的文化因为有400年的开发历史，所以除了老古时的文化以外，还有宫庙的信仰文化、菜宅文化、潮间带采集文化，还有最近政府准备筹办的沉船文化，这个都是很澎湖重要的文化资产。那另外还有澎湖400年的军事地位很重要，但是澎湖缺乏一个战史馆，我到金门马祖都有很多的战史馆。那澎湖最适合设战史馆是在蛇头山，它可以建一个蛇头山的战史馆。好，最后就是文化产业的创生和社区创生。那最近社区有很多营造都很成功，包括刚刚有成功的南寮的、顶湾的、湖东的、小池角，这些社区营造都带动整个聚落文化再生。那另外最重要的还是如果有产业的进驻，如果有，我很快就结束了。如果有文化的要素产业才能够兴盛哈。以我们吃的来说啦，你看，如果你们想想看，二坎杏仁茶它因为有二坎的聚落，卖一个杏仁茶，它的商机可能是一年可以赚1000万以上，那你看药膳蛋，它在四线井。他卖给药膳蛋，一年可能有500万的产值，
因为它有一个试验井，那你看一家冰淇淋，它因为在跨海大桥，还有我们澎湖仙人掌的特色，它一年也可以赚个好几百万，即使在小门，它因为有千里洞第十馆，它卖给小馆面线，它也可以一年赚好几百万，这个就是文化跟产业的结合。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其他的文创产品也是，应该是这样子。好，谢谢大家。谢谢蔡光庭老师。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郑伦教授来做第一次的语言，掌声欢迎郑伦教授。好，各位好，我是郑伦。今天的题目呢是跟文化资产与文创有关，那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十里求生的澎湖创意产业。在很多人的眼里，文化资产是死的，如何把这死的变成活的，应该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事。好，那因为我自知时间一定不够，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会持续更新，你也可以下载这个那个资料，好，可以往下。去年呢，那一场大雨，很多地方都遭殃。那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一则新闻，是有关顺城门破了一个大洞。那时候澎湖人应该都很关心。还好今年我再去的时候已经回到往日的风光。那当经过这个门的时候啊，那感受是非常特别，就像你从城外走到城内，那整个人就像进入了一个历史的隧道。那小时候我们都在这里玩那个沙刀的游戏，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玩过。那这是我的简历，主要我是做文化创意产业的。那我的介绍都是从澎湖岸山人开始，我会跟很多人讲我不是台湾人，我是澎湖人，这是一种骄傲。好，那我做现在有一个墨客会社，是我打算把文创好好的结合跟推广的一个工作。每次回来呢都会坐飞机，当看到澎湖岛出现在我们眼中的时候，那一种心情的雀跃是难以言喻的。昨天又搭了飞机，气候非常的好，然后就心里面就想起了一首歌，叫做《向前行》，只是歌词不太一样。就在陶醉在这歌词里面的时候呢，突然就听到那个机长说，澎湖机场是军民合用的军事基地，不可以摄影。好，那这一次呢回来住在天后宫的旁边的民宿里，这是上次拍的。那这一次因为在坐轿，所以搭了一些棚子，不过不影响它的优雅。那天后宫有非常多的文化资产，大家可以看一看，去的话不要只是听导览，好好的欣赏它，其实比导览可能更精彩。那这是公批诗文，这是有云的沈有容，这是试验井，这是观音亭。观音亭呢，昨天晚上我去的时候有一个牌子写，整个围起来了，因为正在整修，要到九月才会开放。然后我才想，我拍的时候不就是整修期间吗？那时候还没围。那接着是洪根生美术馆，这些让大家再回忆一下，就是说刚刚很多前辈呢都有讲到这一些地景，那大家可能很久没去了，或者你去了也还是旧的样。像金丝壁之前我们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断垣残壁，那去年去也已经整修好了，但更早之前就好了。那吸引我的是这一把剑，
可是没有看到这一把剑有关的文创产品啊。那这是二坎的城市古宅，然后铜墙铁壁，南寮的建设，南寮的古宅。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就是这两个字哦，南寮。如果你用过印章的人都知道，这个应该要念成辽南。这是一个文化断层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印章从来都还是由右至左，可当你用印章的形式在做创作，你用由左至右的时候，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南寮现在很多古宅都保持是坏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修啊，保持这样是挺好的。就是古宅呢，最怕就是你乱修，那不修比乱修要好。那这是我们讲那个穿户而过啊，那一种非常有趣。以前我们岸山也是这样啊，这个是小池角，这是小池角，这个有趣哦，这是那个应该是荣西义安宅哦，在瓦童。我读书的时候有去过，整个都倒塌的，石碑是就那个门额是掉在地上的，就修好了以后看得有点难过。你看它的那个瓦，那就不是个样子啊。李前朗教授曾经对澎湖民居做了一些考察，然后说了一个话，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讲到我们的墙体用的是老古石。然后屋顶较坡度较为平缓，可有效防风。就是说这个建筑呢，它是因应澎湖多风的气候啊，做出的一个最好的因应。可是我们现在呢，已经不再采取这样，我们也不太愿意住在里面。这是我们应该要反思的。那当然我们有眷村文化，我们有潘安邦，我们有张雨生。那我们还有自然的景观，摩西分海，还有我们人工造成的自然景观啊，后寮的天使之路，就是天堂路，这远观天堂路，其实这些石头也蛮好看的。这是小池角的海边，这西台古堡、二坎、吉贝，还有我们澎湖科大。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澎湖科大也变成古迹？你想保留它吗？这是提出来给大家想想。就是说我们一直以为古迹啊只有以前留下，不是的。我们现在盖的房子，你只要盖得好够坚固，时间久了它就是古迹。要有造古迹的这种打算。民国74年哦，回来澎湖，然后到了赤马，买了这一顶斗笠。后来再来问呢，就不知道斗笠要去哪里买。那西屿的斗笠还蛮有名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文化资产，可是你们知道，文化资产是怎么来的？它是由文化资本而来的。刚有先进提到啊，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断层其实是蛮厉害的。去年我们到二坎的时候，刚好遇到城市古宅的后人这位陈先生，那时候刚好城市古宅有一些好像就是纠纷嘛，然后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然后他给我们抱怨了一下，后来他决定自己顾啊，那这可能有一些管理上的疑虑啊，应该要厘清。那事实上呢，每一个文化资产我们有很多的元素在里面。文化养分是我们创意的所在，刚刚有讲到这老古石的，还有我们的花砖这太多了。然后我们的牛车，民国77年我们毕业制作的时候，几个澎湖的同学，我们就用澎湖观光协会的主题创作了这样的一个识别系统，那我们就用牛车所以我们认为文化养分啊
才是我们创意的所在。好，那我们来看，这是我们美丽的地球。事实上，地球的完全看不到的地方是台湾，台湾的旁边才是澎湖。我们要看澎湖呢，我们要去理解澎湖到底有什么特色啊？那如果我是于，这是我民国2014年吧回来分享的时候曾经提到的，如果你是鱼，你在陆地你会怎么做？也就是鱼啊，只有在海里面做才能做得好，你在陆地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啊。所以大家要认清自己到底有什么。那若有兴趣，这 QR code 是我那一年的演讲的部分啊，我就不多说了。那讲到海洋文创，大家是同舟一命，不能分彼此啊。所有的民宿业者一定要整合起来，所有的文创业者也都要整合起来，尤其是要整合我们的居民。好，这是我们今年的清明节，也就是说，两分钟，无时无刻要无所不在，只有文化深入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个时候，我们才能够雍容自在的去展示它。好，就我两分钟要讲文化创意产业。OK。我到了那个笃行石村，然后相机到了那个，因为不能拍嘛，一进去他就说请不要拍照，这是文创啊。我本来以为这是特例，昨天我去了一家那个餐馆，我问他，就他的服务态度不太好，就那个民宿的业者就跟我说，澎湖人不吃服务这一套，听说很多人都吃了这一套啊，就是脸色不太好。但事实上，他被文化资产所吸引，到处的去看，然后买这些文化文创产品。你觉得这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了吗？哦，这其实不是哦。文化创意产业，那接下来这一些呢？那大家知道我们今年花火节第几年了吗？文化创意产业推广法也是20年了，所以大家可以，你只要在台湾讲到15+1，就是文化创意产业。那最后容许我把这一个讲完，那其他的就请大家自己去看吧。刚好今天总计划主持人也有提到这个冰山了，那他讲到的是上面是精英文化，下面是长明文化，但是呢，我这里要提出的是。我们这个八字永续啊，就是上面下面是传统产业，上面是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并不会置外于所谓的传统产业，它的供应链都要靠传统产业，所以你还是要懂传统产业，你才能够自在的去操作文化创意产业。这就是我们讲的垂直无限的法则。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就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谢谢。谢谢我们这一届的教授李正教授留住。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主持人王文瑞校长、语言人蔡光庭老师以及语坛人陈福器理事长。陈理事长来到现场了吗？那陈明宗理事长、谢富贵主委、陈瑞兴顾问来到。台上来，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王文瑞校长进行等一下的会谈。好，我们谢谢两位引言人很精辟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将我们这次的一个子议题的重点都表达非常的清楚哈。那光庭老师有三本著作都是姓氏的，对于整个澎湖的这一方面400年来的这个姓氏源流的贡献是非常卓著的哈。那么这个教授的部分刚刚也有提到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这个文创到底要怎么走如何走，
那么接下来我就请几位这个语坛人哦来协助表达他们心里头的一些想法哈、哦。我们首先先邀请我们那个林宗老师。好、哦，谢谢。啊，主持人、各位长官、各位来宾、各位先进，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陈明忠哈。昨天晚上11点，大甲镇南宫为期8天7夜妈祖绕境正式起驾。好，我们先摒除他们董事长林清帆个人的争议问题啊，不然他可以把一个地方的民俗活动要升为全世界三大宗教盛事，这一点就他的特殊性，值得我们澎湖人深思学习。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叫妈宫妈宫，全世界以妈祖为地名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澳门叫妈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妈宫。妈宫是日本人把它换过来的啊，那还有一个活动叫马宫国中，陆克科看过来，你们小朋友怎么都写中国宫嘛？啊，还有一个给我看的说，哎，还有一个国中叫中国西湖啊，你们心怀的中国大陆。好、啊，那这个是一个笑话哈、啊。那我们那个妈祖庙有400年的这个历史，啊，又是一级古迹。刚才局长也讲了，我们国宝也有，但是他没有在全国的这么多的资产之下，因为没有去经营文创，好好把它开花，所以在这么多的庙里面，妈祖庙里面、通神里面，他不能说他是老大。说实在，开台应该说他老二，应该没有人敢说老大啊。所以我们在这一席之地，值得我们这一代的那个同仁好好深思检讨，尤其一个妈祖。这个盖全世界，企图要盖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大昌妈祖的议题，也纷纷扰扰吵了10年，啊，成了大家一个笑柄，更值得我们去面对。我们这一代身为妈宫人，对妈祖这份的这个情谊啊，我们是不是尽到了职责？所以希望妈祖那个大昌妈祖啊，那个落成的时候，我们透过文化的力量。还妈祖一个公道，大家说好不好？刚才主持人说我们这一组都是澎湖人，是的，我是澎湖人，我这一辈子都以澎湖，身为澎湖人，那个为荣为傲，因为一个文化的底蕴是一个地方的格局跟他的一个视野，但是富不过三代，不懂得吃穿，文化的底蕴要长时间的淬炼。所以我们在讲文化创意的时候，要先来盘整我们手中所拥有的资产，弃无存精，好的我们就好，不仅要保存，还要发光发亮。所以我认为妈祖文化这个宗教文化是澎湖第一个最大的一个文化的资产。另外第二个资产，我认为就是我身为澎湖人的这澎湖这两个字啊，是我认为是澎湖之长最珍贵的一个金字招牌。怎么说呢？各位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湖在哪里？这是我在2018年拥有8700万人口的江苏省台办，带着扬州、常州、南京的台办高干到澎湖参访的时候，问他们：“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湖在哪里？”哦，他们这是个脑筋急转弯，他不知道用意，还找 Google。我跟他说，就是你现在所在的澎湖。他说这怎么是湖，这是海呀、啊、没有，所以谁不知道这是海。但是为什么我们祖先不把澎湖起作垦海，而起作澎湖？我就跟他说，青海是海吗？青海是个湖，因为他没有看他祖先没有看到真正的大洋，所以认为那个青海就是一个什么，是个海，所以把湖当作海。那我们祖先因为跨过黑水沟九死一生，他知道大洋的浩瀚，所以说他不敢把澎湖叫做澎海，他取居，他知道要顺天，要知足，要感恩。所以我认为澎湖这个两个字才是真正的澎湖的资产，因为在这里面它蕴含了一个密码，就三点水的生活哲学。什么叫三点水？三点水不成字，一定要跟别人靠。
你跟公就变江，跟可就变得是和，好、啊，跟美合在一起变塔，代表和，它就是关键的少数。但是在成大事没有这三点水，不成日，不能成大器。但是它不积功，所以澎湖人就有这个习性，所以澎湖人不是二等公民，也不是花外之民。所以我一直在倡导，澎湖有几点水，不止三点水，还是六点水加三品。大家看看那个澎湖的盆，它的意义。今天我上课在下面听，我刚才上这段的时候在想，你看哦，澎湖的盆，三点水，这个就是什么？代表澎湖人要知足感恩，顺应天性。啊、哦，那至于中间有一个叫一个字叫吉利，也可以叫石豆，石豆是什么？这个石的豆就代表澎湖是个情岛，一菜有两楼，每一个是充满希望。啊，所以说啊，它后面还有那湖，古叶湖，那是多美啊！古叶照金城，我们是照海上，澎湖是个多游的地方。所以我爱澎湖，我听的话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富贵艺术家。谢谢我们主持人，谢谢我们局长。今天现在真是下午了哈，最值得敬佩的是我们这个来旁听席的这些听众，他们都是真正的想关心我们澎湖的文化文创啊的方向。那我有两个这个身份，刚刚介绍我的时候是主委，我是赤坛陶店赤马赤坛陶店管理委员会的主委。那另外一个身份呢，我也是一个文创者，那我从事油画创作。我现在先把我准备的比较凌乱的这一段啊，我先讲，待会在倒数计时一分钟的时候，我再讲我比较有准备的那个宫庙的这一部分。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啊，那文化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只有合适跟不合适。橘越怀为枳啊。萧秀芬老师啊，他写过一篇那个短诗，他问我说，你可不可以从里面挑出五首最喜欢的，然后告诉我。当我看到封面的时候啊，我就直接就把那首我就抄下来了。封面叫做《天光请开天门》，台语就是讲吼，天光请你打开天门。这句话它就打动我的心了，因为我们在澎湖生长的人啊，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子。我们的祖先一大清早把天门打开，点香拜神。你说他这个简单的几个字，也许没有办法打动台湾人的心，但是他打动我们澎湖人的心，这个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好的文创。我买了我哥哥的一间房子来做民宿，他请台北设计师来澎湖做的。那后来他不住了，我把它买下来。我非常不喜欢那个房子，因为台北的设计师没有考虑到我们澎湖的气候风向，日出啊、东北季风，生活机能一味的浪漫，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虽然你是出自于一个首善之区的设计师之手，对我来说它不好。那么我们讲文化，文化每个地方都有文化，文化就是一种生活先民生活的这种经验的累积嘛。那我们澎湖，我们讲文化就要讲我们澎湖的特色。澎湖的特色，我们的文化有什么？我们的文化有海洋，我们的文化有移民性，我们的文化有异国的融入，我们的文化有军事。海洋是什么？大家都晓得，澎湖
岛屿嘛，周边都是海。那周边都是海的话，这个造船、捕鱼、航海技术，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啊。那我们从这个方向去发展，有我们文化的特色。第二个，我们讲说移民性，这个移民性很重要。我们祖先从哪里来 ？OK， 这时间真的太短了哈。好，那我就直接讲那个就好了。那我们祖先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安土重迁”。我们的祖先都很棒啊，他们敢渡过这个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到澎湖来开发，他们不够勇敢嘛？他们靠了有航海的技术，有开船的。哦，那到了这边来，你看这种天气这么险恶，他们能够生存。我们澎湖人，东北季风来的时候，我们特别感慨说生命的无常，所以我们澎湖人比较早熟，造成我们对艺术、对种种文创，我们的思考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呢，异国种族这种文化的融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们也不必去排外排斥什么，日本的也好，法国的也好，荷兰的也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构成我们文化里面最坚实的一部分。有这些养分，我们可以骄傲的做澎湖人，我们不会输给任何一个地方的。谢谢。好，我们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我们陈顾问哈。我们澎湖美吗？美。你们那么没信心，太美了。真的澎湖太美了，我们的澎湖的文化底蕴深吗？太深了。但是我要问大家，我们现在在座的都是我们澎湖很大咖的这个不管是艺术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是苦哈哈呢？既然有这么一个美的风景，有这么深的一个文化底蕴在支撑着我们，那我们为什么大多数澎湖这些文化文创的残者学者这些，或是一些艺术家，为什么每个都是苦哈哈呢？我想我们今天参加的大部分都是相关的哈，有从事美术，我太太也是画画的。那像我就很佩服柯生海柯老师哈，他对那个最早从漂流木啊，我就可能因为他常去我们那个海边偷我们的漂流木，那个本来都是我在剪，但都被他剪光了。然后就是后来的转换，漂流木少了，他都转换到隐河欢。哦，这种人的创作的坚持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可是他生活过得好不好？不好。他每次去大陆参加展览，去台湾参加展览，得到了低迷以后，能够化为钱吗？不行。你这样问他，当一个创作二三十万、好几十万，但是这样子的一个高消费的，有几个人能够买得起呢？哦，那所以我们每个创作的都是很苦哈。我太太年底要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办画展，一个画展下来也要花个30-40万，如果画没卖出去的话，他又更苦了，钱没赚进来已经花了一大笔了。哦，所以今天我们转到那个今天的主题，就是文化文创跟社区创生，还有我们下一个主题旅游。我想如何把这些文创产品形成一个基地，有这个基地以后，然后由这个基地引发出一个社区创生。什么是社区创生呢？社区创生其实这个概念大部分是源自于日本，日本早年的现况跟我们现在是差不多的。那个在农村或渔村，人口经年轻人持续的外流，就像我们澎湖人，我们18岁就离开澎湖到台湾去读书了，到台湾读书以后娶了台湾的老婆，就嫁给台湾，再也回不来澎湖。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日本跟我们的现况是一样，人口都是往都市流，然后年轻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那造成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人口社区人口的老化，
这些都造成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日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社区创生，希望能够把当地最适合当地发展的这些产业，或是像我们文创，把它发展起来，然后让我们那个年轻人能够回来，回来了以后就有工作机会了。那相对我们来看，我们澎湖现在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这些年轻的人回来了以后，他靠什么为生呢？因为他回来他需要生活，他需要生活的话，假设他没有一个很平稳的经济基础的话，他是很难的把他留在这边的。他留在这边，我们澎湖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回来开了很多很特色的小店，这是我觉得非常高兴的。但是假设他现在这些店开了没有生意的时候，这些人势必上他又要回到台湾去寻求他的发展的机会，不会留在澎湖。那所以其实我很衷心的期盼，就是说我们澎湖旅游旺季跟淡季相差非常非常大。那夏季的时候有我们澎湖很多的一个海洋文化在做支撑，那所以夏季是没问题的。可是冬季风起了以后呢，我们就萧条了，因为没办法玩海了，以后人家都不来了。所以我很期许，我也很期望看到说我们澎湖冬天的旅游的困境能够从文化文创这一块来把它打开来，让我们澎湖变成另外日本的草间弥生。我也希望我们澎湖的这些文艺的大咖们能够有一个澎湖版的草间弥生出来，这样我们澎湖冬天的困境就解决掉了。谢谢。好，我们谢谢三位语坛人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两位语言人，有没有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回馈？我们先请光念老师。谢谢。我两点回应哈。第一点是陈文忠老师所提的妈祖铜像的问题啊。这个妈祖铜像当初决定在大昌啊，是一个严重的文化误差。因为建妈祖最主要是马公的地名，就是因为有妈祖公嘛，所以那个马公嘛，马祖公嘛哈。但是外地人他弄不懂，他因为日本人改成马公，因为他就叫妈公啊哈，妈公就念音就跟马祖公跟马公的地名就不相干了。那所以你这个铜像要建，应该就是要建在马公嘛，绝对不能建在伏羲或者是白沙西夷这个地方，因为你大昌岛是属于白沙嘛，那它跟马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表示整个县府团队吼，还有议员吼，文化素质都低落，因为这个很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哦。那你建在那个金龙头也好，或者是蛇头山，这个都地标嘛。你说码头进来就是马公道了嘛，就像那个妈祖哈，我年前去妈祖第一次去，因为没有去过，觉得很神秘嘛。那去了，他也建了一座那个妈祖铜像，他是用花岗石做的，很漂亮。而且他建的刚好下面就是妈祖庙，所以他是很成功的造型。我们现在收拾山后，现在草席尾那边好像被遗弃不要的，我觉得这是很失败的一个案例。那你一座铜像都处理不好，你说要如何领导成为全台湾第一座的那个引领者，那个妈祖哈，那是很不可能的。第二个回应是，刚刚那个陈理事长哈，陈顾问哈，陈顾问他提的说，希望冬天也可以带动旅游哈。我最近有认识一位那个台大退休的邱文祥教授哈，机械系教授，他在美国通用公司哈，他是服务了30年，他是总工程师，电动车的专家。那后来他到台大任教5年，
他退休了。那今年他过年前他到澎湖来，因为他家在美国，他全家都染疫了，他不能回去嘛，所以他跑到澎湖来，因为没有来过澎湖。他一来就是爱上澎湖了，他一来在澎湖待了一个多月，住在那个盐局啊，然后他跑了很多岛，苗屿，他也跑到姑婆去采紫菜，我还是跟着他第一次去看人家采紫菜，哦，然后他也跑到吉贝去，哇，然后在西屿走了一圈，然后他决定在澎湖租了一间房子，租了一个月7000块在文光路，然后买了一辆摩托车，他不买电动车，他说电动车还不成熟啊，那10年以后再买，他买一辆摩托车7万多块，每天骑着摩托车到澎湖到处跑，那因为他很忙回去，4月1号他因为那个一笔的延期哈开幕了，所以他又过来了，然后他一有空就决定来澎湖，你想，澎湖一定有什么非常吸引他的地方，他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过去美好的事物把它找寻回来，让外面人都很喜欢澎湖。像我现在看吃宴席哦，最好吃的还是我们澎湖了。你看南宜站还霸王啦吼，霸王那个连江湖蒙牛牛菇啊吼，大开啦吼，啊，现在这拢食袂到啊，大个吼。所以以前澎湖虽然很穷，我们都吃脚，可是澎湖有很多，非常好，就是很值得怀念的那种生活啊。像我们小时候就是一到山上去，全部人拢种土豆，啊，若无种芦笋，哦，然后种什么菜，所以整个绿油油的一片哦，冬天拢菜，啊，热天拢是土豆、番薯甲芦笋果，芦笋果安尼一根一根哦，一棵一棵啊，就视野都不会无聊啊，你穿梭在那个田地里面，那，像夏天北投台的时候，就好几百个人都在山上北投台哦，那个最潮的时候，整个海哦，在北看啊，差不多滚了八个，哦，那很壮观。我住在东文哦，按摩那个潮间带现在是成第三渔港了，那个贝类多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宰了好像骰骨下来的宰，哦，所以我很怀念那种生活啊。现在澎湖很方便啊，全家便利，全联社都很好，但是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哦，所以。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找回到过去那些美好的事物，谢谢。好，我们谢谢曾老师，来我们分享一下。我本来只有两点回应，不过突然间又多了一点。刚有讲到就是说那个妈祖绕境是很值得借鉴，确实哦，我们小时候澎湖到处都有庙会，那我们经常同学会没有来上课，因为他们要负责去那个迎神赛会，然后我就跑去看那个鸡童在那里治伤，然后研究他为什么不会受伤。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可是你看日本人他们每一次迎神赛会是整个乡都回来，然后带动整个观光，所以这样的活动是很值得去创建，传统是创建出来的，它不是一定是所谓过去流传的，时间久了它就是传统。第二个呢，我要回应的是那个刚冬天啊，记得那个梅多集团要来澎湖设点的时候，但那是一个不太美丽的错误了，可是他们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他们认为说澎湖冬天的风算什么，在英国那个冬天啊，冰天雪地根本不算什么嘛，哦，所以来澎湖太舒服了，冬天都很舒服。那我觉得在台北哦，冬天没有风就不像冬天，哦，这是每个人对冬天的认知，所以我们要挖掘出澎湖冬天的好，而不是一直去埋怨它。那至于那些不懂得冬天好的，那就不让他来吧，啊。那第三个要回应的是刚讲到就是其实我刚讲的只有讲到绪论的部分，都还没开始讲，啊，时间就结束。不过补充一点很重要，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其实是三件事，是文化创意跟产业。那至于它的重要性呢，以我们中文的说法，
最重要的都是最后面那一个。我们都搞错了，都把文化创意搞成是最重要，然后每天都在创作，然后乏人问津，因为你从来不去管这些东西到底要给谁。所以产业、创意、文化，它的顺序应该是要这样，也就是产业是目标，创意是手段，然后文化是源头。所以说你不赚钱，你就不创新，因为创新是发明加商业化，创意加这个所谓的创业，它才会是一个创新。那再来我要讲的是那个政府的角色啊。我从天龙国来，确实我们的法律都是天龙国的法律，它是不管澎湖人的死活。如果你政府用天龙国的法律，你就不可能把澎湖搞好。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用澎湖的思维打通所有的关节，不要拿天龙国的法令不断地掐死我们自己，没有必要。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澎湖有一群人是根本他是漠视澎湖的观光，就像我刚刚讲的，澎湖人不吃服务这一套。可是他没有想到，如果今天他只来一次就受到你这样的派头的话，他不来了，他就不再来了。那你知道观光最累的就是不断的招引那一些新来的人，因为旧来的人他熟门熟路，他可以去更深度的旅游。如果每次来都是被你骗来，然后被你欺负又走了，从此不再来，那澎湖就没有未来了。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有赚到钱，你就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大家你是怎么做到的。那至于那一些经常给人派头的，我们就让他去招呼那一些就是第一次去的，但是我们让我们热诚的深刻的服务啊，去对待那一些愿意接纳澎湖的人。那最后我就希望，虽然我们都这一组都是澎湖人哦，可是我是希望大家面对那一些愿意认同澎湖的人，都把他当成澎湖人。那这样我们的人数可能就是几十亿人口的那个大量，那不再是十几亿、二十几亿的澎湖人。以上补充，谢谢。好，我们谢谢两位李元明、三位李台仁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说明哈。我先请教一下哈。各位厂商，40岁以下的举手。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哈，因为我们要创生，我们大概也会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这种文化论坛，就是把大家找来嘛哈，把大家找来，那我们的对象是给谁嘛哈。第二种就是走出去嘛，那走出去我们走到哪个国家去看，但是有可能就把那个国家的东西把它抄回来了，用在澎湖上面，那不知道会不会是一种灾难哈。那么我刚看了一下各位哈，有这个大概战后出生了，就是民国30几年、40几年出生了，还有一个就是像我的，我出生的时候当台湾正在起飞哈，所以各位讲了很多这些。让我觉得很怀念啊哈，让我觉得很怀念。但是我们现在澎湖的文化创生绝对不能够只有去怀念，我们有这么多，首先有这么多的文化的资产，有这么多不管是硬底的，不管是人文方面都有，那怎么样把它做创生？刚刚郑教授讲得很好，叫做死里逃生。死里逃生，您的文章这个面在39页啊，在39页，死里逃生，死里怎么逃生？这些东西有些是死的东西，有些是无形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如果结合到所谓的产业去，或者怎样整个澎湖的发展去，或者包括整个冬天的一个发展，或者包括这个庙宇、这个天后宫等等，这些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或者这个妈祖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的思考。
那也非常谢谢三位语坛人跟两位引言哈，非常谢谢大家。以上我们的报告，谢谢。谢谢我们感谢我们的院校长蔡光宇老师、郑荣教授、陈明宗理事长、谢富贵主委以及陈瑞新顾问，谢谢。那我们其实本来这一堂要休息十五分钟，但是我们在这么精彩的这些我们的讨论当中呢，我们希望把时间都留在吸取这些专家学者的经验，所以我们只开放五分钟的休息，因为时间也有 delay 掉了。那本来是这一场的中间休息，我们会发放给各位点心，但是我们现在就决定在最后的时候把点心，还有我们有两组纪念品，两组文创纪念品，就帆布袋跟口罩再一起发给大家，请大家体谅。我们就期待能够将所有的时间呢精辟起来，吸收这些专家的意见。因为连我来到这里，我都觉得吸收非常多。好，下一场我们五分钟之后见，今天讲四分钟之后见，好，谢谢。